到女儿的成绩，我慌了。数学30分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什么一闪而过？我再仔细瞧瞧。原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马上让爸爸打印一份试题，请出我上3年级的弟弟，让他辅导我女儿。15+5先生，5+5等于多少？没使。10+10等于多少？他只会使以内加减，要找他帮帮嘛。老婆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有这个公式？我给搞忘了，1+0等于0。说过了，任何数字减它那个数字有的话，减零的话就是原来数字。这谁能听得懂？没有了，这娃真是油盐不进，把我整笑了。1+0等于12，还好不是我教，有耐心哦。那你来教。算了，我没说。那什么？哎，叫罗罗做作业。像不像开小差的你？你这不是做好了吗？我的作业做个。他根本没做。他摸摸还笑的在。你跳什么窝？他在凶什么？4+2等于2。4+2不是等于2吗？4+2。我能听听。这卷子从头到尾自己叫出来，你写一遍。哦，不能。